他说两口子他们住在这边，那边新开了，他说我们带着客人过去都是油盐，都是新的，客人过去哪里？那给你这么想到我就交了，没有来来来来，这么我这两个职业神经，我们交了半的，我们交了半的，就考进了，刚刚他们家儿子，我的妈呀，儿子在，黄燕珍，黄燕珍结婚了，是不是？是啊，你是长工厂生产，他下面这么会努力。
Thank you.
Thank you.